义先生。好，谢谢谢谢谢谢，嗨，大家表现，对，如果大家真心的觉得他们表现得很好的话，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好不好？哎，这样好不好？那个王子，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拍一张照，可以吗？好吧，我们往前一点点，好不好？来，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我们往前一步就好，好不好？来，好，来，过来一点，啊，好，摄影师，来，赶快啊！今年的这个拥抱希望传出爱的爱心大使邱胜义，也就是王子，然后跟着这个黎明放中团所有的这个朋友们一起合照，那也完成了一段表演。其实我觉得这对于邱胜义来说算得上是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啊！来，中间，来，眼睛看，对不对？偶像人士，对不对？再次掌声欢迎邱胜义先生。麦克风。 OK， 好。Hello， 豆子哥。王子你好。OK， 好，拥抱希望传出来的爱心大使，对不对？嗯、非常荣幸。对，我先请教一下您的近况，这样。嗯。大家才看完《消息立正我爱你》嘛。嗯，对。你干嘛突然？因为大家叫你王子都叫好好的，干嘛这一次出自己的作品，然后就是要用邱胜义呢？啊，因为有特别的意义吗？有，想要让大家认识更真实的我，就是可能以前的，所以之前都太、就太保护色太重了，或者是比较矜一点。是，那其实私底下我是比较欢乐的人。OK， 好，对，又欢乐，然后又欢热又很热，对，欢乐的人啊。对，以前这个不管是棒棒糖时期，嗯，或是这个 JPN 时期，其实每次访问这个王子，我说实在话，因为其实有些话真的是。过去不能说，因为过去我们想啊，因为你们就在那个当下这样子，对，我就觉得你偶像包袱真的很重。真的吗？对，没有。可是知道你是好人，其实也知道你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很热情的人这样子。只不过有些时候是因为当时可能唱片公司或者经纪公司给你们的一些，比如说角色的设定，对，必须要这样。所以说这次是选稿做回邱胜义自己。对，就是把一些比较我私底下比较调皮、开朗的个性、欢乐的个性带给大家。是，哎，作品卖得很好，哎，是，很厉害，这样，对，这次这个。新作品叫做 Attention， 对不对？对。然后今天其实到中广来，其实有另外一个要请大家 Attention 的事情，对，就是要做好事。其实我相信在过去这段时间，因为其实王子也出道好一阵子了，其实应该会很常有机会做这种比较公益的事情，这样子。对。你在每次接受这种公益的任务的时候，自己心里面的感觉怎么样？都觉得说哇，很荣幸哎，然后可以把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力量，然后帮助大家，然后更让大家。多多认识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关注的事情，然后可以帮助他们这样。是。那另外一件事情也谢谢大家，因为你自己刚才也讲，就是说外表感觉看起来稍微冷一些些，但是其实这些朋友、这些单位也看到你内心很热的那一面，对不对？所以其实每次虽然说外表盯得冷冷的，但其实内心是很开心的。对，内心很澎湃。哇，烧起来，很澎湃这样子。而且今年这个邱胜义共襄盛举的事情，还不是只有光担任我们的爱心大使。我听说你还捐出了一个东西要让我们义卖，对不对？对，就是我有在做品牌，然后希望可以帮助一些。人然后义卖出去，是啊，希望飙得好价啊，废话，什么生意对不对？当然会飙到好价钱这样子。是那我们一起来揭晓，好，你要卖什么东西？好不好？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次欢迎包括中广的赵先生，还有这个黎明的李董事长，欢迎一起上台，欢迎。好。哇哦。王子自己的品牌，对不对？我自己品牌的衣服已经没有，已经绝版了。绝版了，你愿意捐出来？对，你考虑还没揭晓都可以收回去。可以，真的 ，OK 啊。来，这个李董事长跟赵先生可以哈，来看看，这个是他自己的品牌，然后他说绝版的东西，他愿意放在中广活动专区义卖这样子，那希望能够飙到好价钱，拜托大家好不好？好，那我数到三，那请三位台上的三位一起来揭晓，到底王子要义卖什么，好不好？好，三、二、一。请揭晓！哎，好，这是王子自己的这个品牌，服装品牌。对，哎，你可以稍稍介绍一下下这样子好不好？啊，这是我的3周年纪念的那个帽T，对不对？哦，3周年，所以品牌叫做 T Star， 对 ，T Star 的这个意义是，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前面有 P 嘛，对，然后我从小就很喜欢星星，看我的配件。都是星星，所以就融入了我品牌。你真是天生做明星的命也全部都星星啊！对，所以说品牌的名字叫 P Star。对。然后这次，好，但你老实说，你捐出，因为它绝版，你捐出来会不会有点心痛？不会啦，真的不会。
OK 了，还可以收回去吗？没关系，不要收回去了，好不好？好，那希望这个会在这个22号之前，对不对？都会在中广活动专区，然后进行义卖这样子，然后希望能够这个邱胜翊当然是这个发挥他的爱心，那也希望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再次谢谢邱胜翊，谢谢。谢谢。好，我们也请台上的朋友呢，这个也稍微留步一下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今年拥抱希望传出爱，要这个正式起跑的仪式，我们三位请往中间走，好不好？来来来来。好，那接下来呢，我所唱到名字的这个所有的企业界的好朋友，麻烦您跟我们一起。好，赵先生也 OK 了，好，李董事长也敲好了 OK。 好，我数到三之后呢，就要正式起跑2017年的拥抱希望传出爱，希望大家一起共襄盛举，所有企业界的好朋友们，3、2、1请启动。能够顺利的募款成功，再次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好，来，我们接下来我们这样好不好？大家给工作人员麻烦拜托一下，对，我们这个往稍微往后推。